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爆发第三次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外面露营，也没有办法去人多的地方，更不用讲是这种聚会类型的活动。所以呢，我决定这次就在家里露营24小时。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全家人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露营，更何况是在家里露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模拟我们感受未来真的去外面露营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还是什么。我们要把客厅又变成一个空地， Let's go。啊，我颈很痛。啊，当然，其实我们这次在家里露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二姐在明天生日。然后懂我的频道很久的，你们都应该知道，我的二姐是一个，如果我们没有帮她庆祝生日，她就会不爽了。所以这一个 campaign 呢，也算是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因为她是很喜欢 campaign， 然后她每次一直暗示我们要去 campaign 很久啊，她等下收到这份礼物应该会很开心的。来，我们一包礼物。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都没猜到。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哈哈，Holy shit！ Happy birthday！看到了啊！哇，掌声！是我们今天要做帐篷。对对对，来来，先不要打开。今天呢，我们全家人要在家里露营，过一个晚上，就是到明天早上啊。奶奶可能可以回去床睡了。一点下午，我们到明天早上大概十点。现在要睡觉啊？没有，不是睡觉。现在你搞定这个东西它。这样我们很常要在家里露营。奶奶，你有露营过吗？没有。哎，我们全部人都没有露营过。大的，一点不。没想到这样大个，差不多整个客厅都占满了。刚刚我们一家人呐、啊。哎，我们进去看一下。耶！这是另外一个房间。哇！哎，这里可以看电视。老三，老三，这是你的。老三，你的。喂。走。哇！怎么？他出不去。耶、yeah, ！现在我们刚刚吃完东西，然后过后我们就不懂要做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你来解释一下，我不能这样解释，这个荒谬。就是尖，我不会解释。啊喂，你会解释吗？什么玩意儿？这个是？嗯，不懂。三十个。那我要出来比较好笑。哈哈哈哈哈！别动。现在是晚上了，我们要吃晚餐了。哇，奶奶已经准备好了做饭。哇，这个就是我们的 BBQ 的地方。耶、yeah, ，开餐了！接下来我就不拍了，因为我要专心吃东西。奶奶，奶奶在里面看新闻。哎呦，各位，现在是11点晚上。这样子算不算？可以睡了。哥，这个是。
然后我们现在要看一套戏电影，然后等下看完了我们就睡觉。我们前面这也是那种很 VIP 的、啊，可以睡着。哇！但是看不到荧幕。等一下呢？等一下呢？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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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啊？真的睡得好没有？整身痛啊，是吗？睡得好没有？很惨。睡得好没有？很好啊，给你吵醒。干嘛呀？啊。太阳。Oh my god！ 真实的生活。哦。哦是第二个状况，我们一开始就是两个状况啊，你看，哎呦，我们明白，哇，哎你看，哎呦，连牛油都可以烧起来。